Hello everyone, I'm Darrison. Nice to meet you here. I'm a graduate stud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e program. 大家好，我是颜志毅，我来自广东，然后我是一名毕业于国际商务交流的学生，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为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。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遥远的国度来进行学习，其实很简单。 在这里，我们不仅有一个国际性的大舞台，让我们去学习和领略国际商务的不同范畴知识，还能让我们深入了解、研究、分析国际商务专业的知识内容，这也是我十分感谢的。我现在就职于广东深圳的一家跨国公司，这家跨国公司也对我所 学习的，在这四年中学习的东西一个十分的认可，并且在我还没有正式结束我的实习期之间，他们已经提前了录取我，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。所以在此，我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，因为它不仅能够让你变得更加 高，并且能让你站在一个更加大的舞台上，而且会让你的英语水平，包括听说读写得到一个质的飞跃，让你能熟悉的和运用英语在生活之中，还有商业之中。当然，商业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